却不准多练，不会教练，不会教学，好吧？就把石头不教腿，状态会好那么一点点。来动手，打个闪，下波下波杀，下波杀，四杀 F 六，没靠。你可以找机会一闪那个卡萨丁最好，可以一闪他。你还帮我打一下吗？怎么没人帮我给上来？他这个挺有意思哈。来，我接你走，我接你走。他不敢追，他不敢追，你走就行，他不敢追。听得好了吗？算了，双路要活了，不能打了，双路活了，走吧。你去他家吃果子，追追线。他敢压你，我再过来抓他就行了。他不敢压你。技能好啊，等一下吧。你立多久？立多久？六秒，不会打我。嗯，等你。大有。他五雷，他踩我。可以他，可以他，十个位置。这打不死你，走，你先走。推线吧，推线吧，还有个嫂子也拎，就这样吧。一起嫂子一刀应该也就杀，但他扫 C 波兵也跟死了没啥区别。他这波兵不死也挺炸的。你走就行了，他不敢抓你走，你走，直走直走。他不是变形的话，这波伤害差一点，其实，就知道他出来撞了，其实就主要是。好，受尊严，啊，受之。我看你今天死不死？啊，兄弟，我靠！我知道你很急啊，但你先别急。这个钱有点尬住了，我操！还去杀个三狼，电机要调灵敏度吗？习惯之后就不用调，不习惯了就调。哟，又差一下，不行不行。我好的，真能打死我呢！搞得真能打死我一样吗，兄弟，真能打死我吗？啊，我技能灵敏度是60，那个摇杆死区是50。但其实这些东西每个手机不一样的，其实没有参考意义，兄弟。打到自己顺手就行了。技能，灵敏度快有灵敏度快的好处，灵敏度快就瞄得快嘛，灵敏度慢的话就瞄得比较准。这种东西看自己习惯。但是，一般玩枪战游戏的，那 DPI 都比较低。就打枪的，我现在鼠标5000多 DPI， 打枪爆头我都爆不到别人的头，我操，我找不到头在哪。但这些几千电脑、手机游戏，我觉得没那么夸张。那还在吗？
你往下跳一下吧，救他一下。你跳他，你跳他，你跳他，我来推动，你跳他。你们救他吗？你救他。我怎么感觉我也要赶了？我也赶一下，我也赶一下，真怕你死。有说法，快上帝！这个人死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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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个人已经是死了，别被换了，别被换。两秒，我一闪，他要操纵我，不给机会。你给我飞刀，没给刀，我操！你很毒瘤啊，森林，怎么不早点下来救人家，还在跟我吃？不是，我以为你说你去救我来才救他。真的吗？这么恐怖啊！我怎么救他？我是刚刚一个技能被拆塔了。你有点恐怖的啊！加料，你有那招不救的，让我去救是吧？我这叫听指挥，龙哥，我听指挥，我以为你是让我来拆，让我来拆吧。七哥，等我来了，我有一闪就播，上播没有表情，你不要表情看了。傻逼。我没人下来之前喽，等一下再压吧，大兵现在中，你下去吃下面中没人了，你去下面吃前呗，你是打不过大兵吗？这会儿我操！我这不提前让他，提前接他 Q， 真的是都被我预判到了，说实话，要不然这个武器必死了。他也很懂，他留个 Q 叫我。你说这波，这哎，你这回城就皮了，你不是被花罩到了吗？我打得过吗？怎么都坏起来了？什么情况？全坏起来了。都坏起来了吗？不许坏，不许坏。AD 没闪了 ，AD 没闪了，气泡一下了。AD 双胶 ，AD 双胶。往前面顶一顶吧。被发现了。退一下，退一下，这个位置不好，武器没血了。妈，武器怎么在家里了？熊猫打还是？他们应该不要了呗。苏苏还想要我。要走要走要走，别被收割了，花手上了，还跳大的是不是？真行啊，兄弟，这跳的，输出一个字离谱，好吧。这个龙还没掉还行，其实出来打龙吧，出来打龙，还要硬打的话我 TP， 这边打龙我有 TP， 过去看，
哎，你俩一起走。又死了，我擦，兄弟！现在我走过来了，可以好硬！我操，这个人买踢过来了，夸张的。他买踢过来这儿的，我舍不得我的踢。一波了，一波了，一波了！来来扛一下，应该一波了，怎么？不一定够，这不一定够，扛一下吗？扛一扛，就这样吧，就这样吧，就这样。真不能管他，这就是尘海人间啊，真管不了他的。除了卡丁身上有蓝 buff， 还没有。买个护甲，我也不好绕龙啊，他直接死了。对，换到一个就行了。包一下卡丁吧，来，我们俩包一下。我们俩包的。包到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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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包到了。秒掉他吗？打不了感觉，算了算了，走吧走吧。这么主要是有露露，其实就算真的英雄，没有那么恐怖，恐怖的是这个死露露。哇操，有点多，拿不掉他，抬手，啊死了，死，啊死了，我操，死了还可以，打大龙我 TT， 他们上路线饶不住的，我怎么打就行。这还有点搞笑了，我操！哎，卡丁。对，卡丁也送了，全送完了。哎，卢锡安这纯来感觉了。两刀砍死，喜欢装。太帅了。
AD 紫色 AD 怎么能闪到我剑姬脸上呢？嗯，两刀做掉。AD 可能是杀我两个杀自信了，真的来自信了，闪到我脸上了都，两刀做掉。AD 紫色 AD。刚刚演员来的。